看他面对霍尔曼能不能占到便宜，还选择传球，小二的三分哦，居然有点离谱啊！长传快攻来了，漂亮漂亮、这个球长传的漂亮，林志杰第一时间发动了快攻啊。嗯，那么反观也是说苏若愚的这种积极性，现在这就是广厦队的一个怎么讲，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嗯，哦，这边长传又来了，前场二打二的机会，林志杰自己上，好球。嗯，你有一个内线球员是这个外援级别的。嗯，开玩笑说，其实梁，这韩德君很多程度上、都会比很多大外援要好使多了。Beast 野兽的这个林志杰积极性啊，你看他高高跃起，而且在场上不急不躁的。上一场比赛当霍指导那样，对，一切都是 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， 一切都是有原因发生的。上来之后呢，只不过出现一个失误啊。林志杰这边把速度给推起来，哇，野兽加速了，好球！抓紧失误之后打反击，他们的这个转换进攻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本节辽宁队抢断五次，外援榜上的 MVP。嗯哼，林志杰好球。目前看来，苏若愚依然留在场上，是，而且看看能不能利用好这个韩德君这边犯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，前场有多打少机会。好球啊 ，Murphy！ 这个球漂亮。有时候哈德森必须得换颜色来，是，来给对方发一个信号。对，我们经常都说暂停过后第一波进攻是特别要紧。嗯，好球啊，漂亮！哎呦，又是赵大鹏，又是赵大鹏，这次空切到篮下的，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位置。其实这项技术我是一直很鼓励国内球员去开发的。好球，漂亮！你说，最近又被对手打了一个6-0啊。哎，林志杰要小心，林志杰今天打的也是很纠结。漂亮，再给 Willy Murphy， 好球，球合理身体对抗之后的半截篮。嗯，美孚速霸 CBA 联赛官方指定润滑油保护，为了更好的表现，篮板球霍尔曼这边又拿下来，有快攻机会，张伟，哦，小二的大帽，小二的一个大帽，这个球广厦队认为是一个干扰球，看看没打中，又一次反击，看看怎么处理。志杰，志杰的一个打中，亮剑，李云龙，还这边、哦，这边也是通过防守的努力，哎，又造成了哈德森的自己一个失误，这也是这个后卫防守的努力啊，我都老多少也显得有些无奈啊。打到这个份上，好球，志杰，